先不走，我回去啊。等一下，把这个带上。是啥呀？就我为你跑的小心奖牌，你要是想我了，就可以用它来装满我。那我现在想你了。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自己回家得了，非要我送你。你不是说想你就能召唤你吗？就到这儿吧，你早点上去休息。行。然后。当时怎么觉得这么晚了，一个人回家不安全。要不我送你吧？啊？你说咱俩送来送去，要不我就睡你家不饿。你就是有点不合适。对，我也觉得不合适。行了，小爪爪，早点上去休息吧。嗯，你到家发个消息。哎，要不我送你吧？我要记住你的。你说，咱送来送去的，要不我睡你家得了。对，就是有点不合适。对，我也觉得不合适。那个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先上去休息吧，拜拜。哎，小傻瓜，我别，不送不送不送，我不送，我知道，我给你打个车。大家发个消息啊，注意安全啊、哦，师傅你开慢点啊，哎，拜拜。因为这个事儿，他们三年没谈恋爱，我早都看出来了。把脚盆给你放桌上了啊！行，你快来过来洗漱了吧。行。